下来就问我说，我停那边没有犯法，你帮我干嘛？他就说他是时间很多啦，陪我报警，陪我耗时间没有关系了。当时就是我开到那个快到那个路口的时候，那前面那台车就很慢了，然后突然就是在路中间停下来，然后我就是开到靠近了他，也没有要走，就是在躲太阳嘛，然后我就按了一下喇叭，然后他就往前骑，可是往前骑就一直往后看，到那个停车格的时候又给我比那种。好像是那种啊，你干嘛这样子的那种手势，下来就问我说，我停那边没有犯法，你帮我干嘛？他就说他是时间很多啦，陪我报警，陪我耗时间没有关系啊。我就说，那个你刚才停这个阴影那个地方离那个停止线其实有大概二三十公尺，就离很远了，前面也都没有车，没有状况。他就说啊，那个。那为什么我不往前移啊？我就说啊，我是汽车，我又不是摩托车，那前面是摩托车停车格，我停进去才是有问题啊。我是觉得说他这样突然停下来，我只要做外送也很辛苦，就是觉得说啊，你躲太阳是可以，可是你。要我在那种人家不要突然路中间就停下来，你可以在路边啊或哪里，就不会挡到人车的地方。